function the same when you're not here. I'm calling your name and no one. 鬼鬼吴映洁又披上婚纱了，哎，这回男主角怎么不是 2PM 的成员玉泽演呢？原来这是韩国业者邀请鬼鬼代言婚纱旅游活动，只是新郎换成了韩国长腿欧巴朴钟焕。鬼鬼这次真的是赚到了，不但可以穿全智贤和宋慧乔等女神穿过的婚纱，带价值千万的珠宝钻戒，就连全民情人李敏镐和金秀贤都被他给下手了。那我可以试穿李敏镐穿过的吗？哇哇啊，好香啊！请问这是一个东西？请问这是？请问这是？卡吉玛。好不容易有女神般的待遇，鬼鬼你也收敛一点，还说自己正在女神的路上走着呢。我不能称自己 为女神，我其实不是啊，只是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刚穿婚纱好像很美，可是化妆就有点破功吗？你觉得我破功了吗？我今天已经比较收敛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为什么要笑？我今天其实比较收敛了，我今天已经不敢。我不太敢乱动，但是讲话还是要有趣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